长期护理保险是一种为退休人员提供的保险产品，可以帮助他们支付可能需要的长期护理服务的费用，例如疗养院或家庭护理。购买理由如下：保护资产。长期护理保险可以避免自掏腰包支付昂贵的护理费用，从而节省资金并留下遗产，获得最佳护理。长期护理保险可以让人们选择自己想要的护理类型和提供者，而不是被迫接受低质量的服务，保持独立性。长期护理保险可以让人们在需要帮助的同时仍然控制自己的生活，而不是依赖他人的安排，防止成本影响他人。长期护理保险可以让人们的家人免于承担护理费用的负担，从而减轻他们的压力和负罪感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费率会越来越高，长期护理保险的保费取决于购买时的年龄和健康状况，因此越早购买越好。